产呢。哇，他家的米线是麻辣味的，酱香味几乎吃不出来。炸鸡蛋，哇，特别香，就是有点油。炸串卷饼。巨香，这个荤素搭配，里边有海鲜，哎呀，牛肉，太拌死了。看下这个米线，那种川辣味儿特别特别重。看着料放的不多，吃到下边全都是料。这家米线的味儿很独特，和我平时吃的那种酱香米线不是一种味儿，很辣，吃完以后也很麻。虽然里边有肉酱，而且肉的品质也非常好，但是你吃不到酱香味儿，不会感觉到很腻。我吃完到现在嘴还是麻麻的感觉，特别棒。See you tomorrow。